哦，来了。我比较好奇，直接说。因为我像我个人比较少比短期赛，然后我也不是跳 break， 所以我不太懂。就是我在场上，对面是团队，我也是团队，那我要怎么 keep 我们团体？他们也算是有很多在比赛经验，跟大家交流一下。让我欢迎广播场的 Reformers， 肖凯老师、文杰老师、阿东老师，跟你最喜欢的小 P 老师。虽然还是球迷，但你们的心慢慢的变了，你会发现他不像球迷，他们好像。站在舞台上，不要被影响，这件事情重要。我在我退下之前，我都会有一个决心，是我要用把就是他的力量大到对方特别的不爽，那么大到对方。你要知道自己说，我是来比赛的。